唉，我真的觉得很悲哀。没错，我卡主线了，我离了。我需要去做我的日常。伪装的笑容，用力在曲终。单人刷得过去吗？试看看，如果不行的话就开队啊。那个，继续讲。怎么样？驱鬼主意啊、哦？那这个活动在11:20啊，11点啊，3点、7点，然后期间内呢，会入侵这个百花流域，然后你要去这个地图里面呢，去 gank 他们。那我们可以得到所谓的一个油画，秘宝残卷，哦，那可以得到大量银贝、银勋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驱鬼主意，也是有10天的时间哦。好，本期就到这边。